안녕하세요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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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좋은 아침입니다. 大家早上好。欢迎来到首尔旅游观光，我是今天的导游，请多关照。 你们都是第一次来到首尔，所以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。小姚姑娘，我们以前都来过的。啊？那时我们是文工团的。我们是钢刀连的。姑娘，我不是60多年前来的。可是，我看你们的护照还查过电脑，你们一次都没来过啊。那时候还没电脑。 可不嘛，那会儿哪有电脑啊？我们不用护照。对，不用护照。你们怎么来的？我们呢，是举着红旗进来的。举着红旗来首尔。那会儿啊，还不叫首尔呢。那会儿啊，这儿叫汉城。就是。爷爷，我还是没听明白。你看一部电影，就明白了。 看电影，我孙子叫刘烨，我孙女王珞丹，我的外甥叫彭顺，是导演，我的孙子叫杨佑宁，咱们的儿子黄志忠，这是孩子，拍了一部电影，对不对，老师？这部电影的名字叫《我的战争》。看完了影片就知道了，当年我们是怎么举着红旗进汉城的。 我的战争，对，我的战争，抗美援朝。